加州买房为什么要选新港？为什么选洛杉矶新港？因为它贵。那它凭什么这么贵呢？凭什么荣登美国最贵的四大地区之一呢？首先，地理位置好，靠近海边，风景好。很多人奋斗到最后，买房的终极目标已经不仅仅是房子，而是讲究回归自然，融入自然。新港就有这个条件，几乎呢每个房子都有独特的海景、城景和山景，与自然能够非常完美的融合，前山后海，前院出门工作，后院出门海钓。而且因为地理位置导致气候宜人，一年四季常温，夏天会比欧晚凉快，气候温和，冬暖夏凉。第二呢，就是安全。新港的治安良好，大部分的社区都是铁门社区，还有24小时门卫站岗，安全度、隐私度都是极其受到保护的。第三，学校优质，学区内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满分学校，还有很多呢获得全美最高的荣誉蓝丝带奖，而且临近就是尔湾，购物中心、中餐馆的数不胜数，衣食住行都非常的方便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新港的白人多。根据 Portfolios.com 的一份调查，新港是美国最富有的城市，很多国内的富豪买房在这儿，也是希望后代能够真正的融入当地的文化，提高生活幸福度，而尔湾呢具备这个条件。所以综上可述，是很多华人近年来选择新港的原因。我是地产世界的陈森迪，关注我，带你了解更多的美国地产资讯。我们下期再会。